Jingle bell, jingle bell， 系咪好长啊？唱啲嚟好冇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鸿。我是怡。今天我的心情就是很好，所以我决定我哋嘅午餐啊食丰富啲啦。会点样样咧？老婆肥肥白白，你睇佢食屎啊你！哇 ，excellent！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嘛，有 quota 就冇嘥佢，加上食一啲好食嘅嘢，自己都会身心愉快。一日都系两次 quota 啊，至少。所以两次都冇嘥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平常我们吃的有点游客不知道的好料来看专门啦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。那我们第一站呢，就是平常啊，我开心还有不开心都会食嘅炸鸡。其实你哋系讲炸鸡啊，定系炸鸡？我系讲炸鸡噶啦，平时。然后就是有很多人纠正我，我就讲这个炸鸡。像这一间店呢，其实蛮特别的，它其实是一个卖炸饭的店嚟嘅，但系佢最出名啊，系个炸鸡，但系鸡胸肉啊，紧要 juicy。嘅，现在我们就去那边。好 ，OK， 我哋倒开啦，好多人啊。终于买到了，我等你很久一下，哇，新鲜滚热辣，我戴住口罩都闻到佢嘅香味，好香，真系好香。虽然手就不会很晒啊，但是还是非常的热哎。我们现在出门都会带着这个 clean and clear 的吸油纸，应该大家对它都不陌生是吧？我们从中学就用到现在，哇，依的比我紧要好多依嘅，我哋咁劲兄弟，咁又要舒服很多啊。不如我哋食嚿炸鸡先啦，多谢多谢，迫不及待啊！它的炸鸡啊，新鲜出炉啊，正到爆，洗个手先。食翻狗先咯，超级的漂亮啊，超香！我哋食先啦，嗱嗱嗱，我食先啊，唔系啊，哦，你看它的鸡胸会不会干干这样哦，很 juicy 的哦，想要打先。吃下去啊，你就是脆脆啊，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的 juicy。平常炸鸡啊，通常我都不吃鸡胸肉，系佢开启开我一个嘢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去下一站，八珍的美食街，我们买辣沙，还有炒咸菇。哇，我也是很久没有吃那个炒咸菇了，超辣，妈打的！辣沙的话就是鱼吃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出发了。一样吧。一份炒咸菇，炒辣妈蛋，跟住妈蛋啊。好啊，这个一包啊，我再包野水啊。好啊。像这边呢，就是美食街啦，它是蛮多东西吃的。然后拉萨呢，星期一是没有开的，刚才听安迪讲，这样没关系，我们就买一个炒粉食，也是不错的。很久没有吃这个炒粉了哎，这个也是蛮不错的，大家可以来试试啊。一个炒米粉，猪肉蛋啊，猪肉蛋。刚刚就有一个老板娘请我们吃那个桶水还有卤肉饭，太客气啦哟，哎呀，谢谢啊，兄弟。OK， 我们就刚刚回到了，现在我们先冲个凉啊。通常我们出去了，一回到家，现在都是立刻冲凉的，冲个凉先当啊。冲完凉啦。用这款 Johnson pH 5.5 2 in 1 Body Wash with Moisturizer， 我名字好长。除了洗身体，还有湿润的效果。蚊子一站啊，流到脚，你知道没有？夸张了，像是。哈
菜红我咯。突然就是多了这个卤肉饭还有这个糖水，我们就吃个菜。我先吃我安迪先再吃。首先当然是吃狗炸鸡先啦。就算这个炸鸡买回家久了一点点都好啊，它都不会干了，还很脆。一路食炸鸡，一路食炒咸糕，然后这个炒咸糕啊，就是我从小吃到大，以前是他的妈妈啊，这么多去那些花园那边弄的，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叫，后来就是他儿子在那边摆摊了啊。他们小时候叫的时候有咁矮哦？点样矮？麦蛋卡。冇得咁矮。炒辣爱蛋啫，冇麦蛋。而家我大只爱嘛，梗系麦蛋噶啦。哇，这个真系好好吃。嗰、那個匙羹你同筷子嚟唔該，一個人食，你諗過人家冇？就是這個味道。Oh my god！ 然後炒韓國就是很高味，然後再炒辣又帶少少辣味，再夠味啲，哇正！但是我發現到啊，沒有韭菜，因為點解最近起價，所以冇韭菜。所以蒸咁啲咗啦，蒸韭菜啊！如果他有那个韭菜啊，更加好吃。没有办法啊，最近的菜真的是贵很多很多呀，但是还是好吃的。然后伟食街那边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吃的，炸地瓜啊、臭豆腐啊也是有啊。所以你们到怡宝的话可以去逛一下，然后就看有没有东西适合你吃的。但系你记得一定要试炒咸糕同埋个喇沙，但系个喇沙今日冇开，可惜。以前我同你拍拖就食嗰个喎。系啊，食食过我就俾人嘅。然后这个炸鸡它其实是有一个多了冷清哈炸鸡，这样为什么它会叫冷清哈炸鸡？据说是这样的，就是老板娘啊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像冷清哈那么靓啊，就是帮姨 order 的那一位啊。然后之前呢斗门仔就是有在那边拍过节目嘛，到后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爆的。小白老大有没有开啊？也有性格的，拜六礼拜就不去，所以你们星期六或日的话就不要到那边了，那边到星期一到五没有。然后刚才那个时间是非常多的，我们大概也排了有半个小时这样啊。如果你要没有这样多人的话，那个时间最好是11点啊，11点半这样，这样就没有这样多人。Tips 啊，别人不会告诉你啊。安迪来了，唔得你买。冇安迪，我中意食炸鸡。等我试下炒米粉，系咪好食？然后这个炒粉啊，它炒到就是蛮够味的，那锅气很够，佢要放猪油来炒，有啲猪油渣同埋哇。然后之前还没有 MCO 的时候，我经常在那边坐着吃的。后面再饮包椰水，哇，享受。好嘞，喂啦，这个是什么？金桔柠檬，好喝吗？虽然这些食物啊，你看起来卖相啊，就好像普普通通这样，但是它味道啊，再来试一下，我试试看这个卤肉饭先。都挺好吃的，这个卤肉饭很香啊，不错，几个味系喎，很香，然后猪肉又不会说太肥，可以吃，然后它还有配一点酸菜，我仲要配一啲青瓜蒜，还不错，糖水，麦粥，我很久没有喝麦粥了，麦粥都好饮啊，很浓啊，它麦粥，同埋佢都好香嗰个腐竹嘅味。今天真的是很满足，平常其实蛮随便就叫一餐就算了，根本决定对自己好点。但是这样吃的炸鸡啊，都是不吃这么搞，其中都系配饭比较啱啲，但系都系爽啊。米粉好食啲嚟呢个，做咩？你想食米粉啊？哦，你食啊，交换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你要买那个冷清哈炸鸡，你记得买它的鸡胸肉来试试看，头鬼贼猪血的。吃完后，我们用 Listerine 来漱漱口，应该大家对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熟悉啊。它是专业的口腔护理品牌，含有天然植物精油的成分，有效清除99.98%的口腔细菌，可以预防解决啊牙龈牙齿的问题。我哋嚟弄弄口先。每天含漱两次 Listerine， 每次30秒就可以为口腔提供24小时的保护。我最近发现那个牙咧就有啲黄，所以我就用呢个 Listerine 的 Healthy White， 好似系啊白啲啲咗啦。有冇？你自己闻自己嘅，睇下你嘅心口。最近啊，我都娇生惯养。
洗碗了，我的手会脱皮。大家有看我的 story 应该知道是吗？那时候我的手脱皮到啊，给干又给啊。所以现在啊，我都有用 Aveeno 的 lotion 来滋润一下，就算管用哟。老婆又唔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之前我洗碗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但系唔知做咩最近我洗完碗我识甩皮，或者系佢强咗定系咩，我唔知道。所以我真系搽 lotion， 打开就有好好多咯，滋润啊。像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怡宝美食啊，大家有机会来到这里的话，真的是要试试，尤其是那个冷清哈的炸鸡，那个鸡胸肉真的是非常的 juicy。像它还有其他部位啦，咁你都可以试下鸡髀啊、鸡上髀嗰啲咁嘅，但系我觉得鸡胸系最好食噶啦，非常之推荐大家，好 juicy 嘅真系。那么最后圣诞节要来啦，比圣也比圣诞粥。我不找你出来，你没有买一个，给大家看一下你这个衣服，烂了啊！那么圣诞节要来了，是时候买嘢送俾你自己了。那么转身转身呢，在12月12日啊，通过 Shopee 举办限时大促销，像转身 baby 啊、Neutrogena 啊、Aveeno 啊、Listerine 啊，各大品牌的产品都有大折扣，赶快趁这个时候购买，很多东西都有折扣，折扣高达40%呢，非常的划算，而且每天将会选出12位最高消费者啊，送出这些产品。你以为这样就没有？还有，转身转身啊，还准备了多份的丰厚礼品，只要你在圣诞节促销期间消费啊，就有机会赢得这些好康。现在就把产品啊加入你的购物车那边，咁你先唔要唔记得啊嘛，一到啊即刻就搞。我呢个收货咪好似大错嘛，应该高啲噶。带着这么久，现在才发现。OK， 那今天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也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哈哈 ，Merry Christmas！ 太阳你，做乜太阳不？哦 ，Merry Christmas！ 因为我去拍手哎。大家留言一下，我冰胜那一段是不是好看？你个冰胜都冰菜啦，呢个咩嘢？你知唔知？咩？我未超人啊！识嘢哦。要讲一句嘢，啾啾。唔似咩？很逊。你个鸡爷！